现在到底有几个 ATM 是可以领百元钞的？请问大家有想过百元钞对平男平女有多重要？在月底，那是我们最后一根的稻草。但是现在全台湾的 ATM 不到20%有百元钞。我们在这边谢谢邮局，谢谢河库，它是我们在月底最后一根稻草。欢迎收看《笑野新闻》，我是温湘宁。头条焦点带您关心一则社会议题：平女党温今天召开了一场平权运动记者会，针对社会对平男平女的不公发出强烈的抗议以及沉痛的呼吁，希望大家一起来正视这项问题。带您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。各位记者、媒体、先进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在这边，我们要来争取贫穷友善、戒奢济贫。台湾已经是一个很多元包容的社会。我们有友善亲子、友善宠物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友善平女、平男。台湾就是独漏了贫穷友善，我们对贫穷非常不友善。以下会举几个很痛心的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就是，台湾现在到底有几个 ATM 是可以领百元钞的？请问大家有想过百元钞对平男、平女有多重要？在月底，那是我们最后一根的稻草。但是现在全台湾的 ATM 不到20%有百元钞，我们在这边谢谢邮局，谢谢河库，它是我们在月底最后一根稻草，几乎可以说是救命钱的等级了。但是我们的 ATM 可以领百元钞的却这么的少。今天我在这边，我就要帮我们争取第一项权益，我希望台湾的 ATM 可以增设百元钞。第二点，我想要争取的是关于卤味。大家可能觉得卤味平凡无奇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但卤味，你们知道下过多少的平男平女吗？卤味的价钱每次最后听到多恐怖吗？我们好像都不在意，动不动160、180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价钱太难算，什么2个30、3个50、4个50、6个50，错不停，价钱搞得这么复杂。为什么我会成为平女？就是我们数学不好，你又出那么难的数学题，谁会？所以都不能算，我们就只能听天由命，最后被那价钱吓得半死。这是我觉得很过分的地方，我希望卤味的价钱可以简单一点算。像我们两个就是平女平男的受害者，他们都深受贫穷不友善的这个社会所对待。我是平女啊，先听平女。好，我是平男。好，现在先请我旁边这一位小姐来讲一下。是小姐，是小姐。对，我是小姐啦。那个我这边哦，常常受害，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叫这个外送啦，而且我很喜欢有人帮我服务送到府的感觉，有一个养一个工具人的感觉真好，而且每次都是不同的工具人，所以不管多远加那一点点外送费我是不在意，可是常常这样点一点外送费，可能像 Uber 有的时候距离近20，哎，想吃的东西外送费50块，甚至到80块，还要加会员才可以免外送费，这种我们心里何苦？我请个工具人，我吃一餐要多付他80块，那就不是工具人了啊！谢谢议员。这边，没事。我今天早上上班来不及，我只好搭小黄。那小黄竟然不能刷卡哎，不能刷卡，我的户头剩300块，我就在那边查，到底要去哪里领百钞？我在这边强烈的呼吁相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。刚刚前面的几点友善的请先做到，第二点请设立戒奢乐戒所，非常多人需要送进去，像这种日薪一花就花超过1/3的人，或是 ATM 还不看手续费不在意的人，或是看名牌就要买的人，全部通通都要送进戒奢所去戒奢，让这个贫穷悲剧不再发生在这个社会上面，这真的是非常恐怖的议题。我希望相关单位、民间的、政府的都一起来重视这个权益，好吗？那我们就要喊一下吗？贫穷友善，戒奢助贫。贫穷友善，戒奢助贫。
6 months later， 持续带您关注这项社会议题。在平女岛议员的努力之下，戒奢乐戒所已经成立，每年呢大约帮助6万多名平男平女脱离贫海。而我们的记者呢也实际走访了这个戒奢乐戒所，场面呢是相当的温馨，带您一同来直击。大家好，我是刚加入戒奢所的郭瑶。郭瑶好，欢迎你来。郭瑶好，大家好。那我戒奢是刚开始，已经大概一个月，我还是会忍不住不看银行就领钱，然后我也一样就是会叫外送。但是我现在很好了，我现在会有折扣码的时候才叫外送，就是我很大的改变。然后 Uber 的话也都不打，我现在要换骑共享机车。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待了一年的温。温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还是想跟大家说声抱歉，我这个礼拜还是打了2次的 Uber， 我真的改不了。Uber 真的很好用，慢慢来就好了。而且我都打到特斯拉，很爽。天哪，好爽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新来的，忍不住拍手。真的很痛苦。我会努力，继续努力。虽然已经进进出出68次，我还是会加油。然后还有 Uber E 也很好用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是改不了，对不起。我很没用，我不想参加了，我不想参加了，没关系啦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六九比较开心。我家人都已经放弃我，我的老公已经气到都想要跟我离婚，去改嫁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比较难过。对，加油加油，陪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曼玉。曼玉好，曼玉好。今天是我来到这边的第1000天啊，恭喜！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，我就是今天我的户头。终于达到人生中的第1个10000块了，谢谢。好棒啊，好多钱哦，你有进步了，谢谢。而且我这个礼拜，因为我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小小目标，我的目标就是一个礼拜只叫一次的不可以，我这个礼拜成功了，真的太难了，真的好厉害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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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郭宁也是可以的，好多害。我想下一个目标就是，我希望我3个月就可以春节了。温迪，不要难过。哎呀，好棒！谢谢大家，跟你们分享我的喜悦。谢谢，谢谢。第一个例子就是，台湾现在到底有几个 ATM 是可以领100元钞的？这真的非常过分的事情。台湾那么多，等一下，我们在这边谢谢邮局，谢谢和库，他们都是有100元钞。没有想到和库跟邮局就两会找领100元钞的地方。第二点，我想争取的是卤味。第二点，我想要争取的是卤味。卤味有算吗？什么2个33个50四个50六个50，错不停。女平男的受害者。我是平女啊，平平平女。好，我是平男。对啊，开玩笑的。